的什么心愿都跟公司爷讲，公司爷，你给我媳妇生十五孙，给我祖囝嫁好安，给我们全家平安。公司爷达成你们的心愿了、啊，不要，不要怕金牌好不好？会丢掉，所以你要做披风给他穿，清楚吗？那披风怎么说？别人的披风是别人的心意，你不能，除非它破掉。所以你是一件一件给他穿上去，所以那过年又穿新衣了。啊，因为我们家我村庄我婆婆都跟我讲，过年到了，你用公仔衣哦，去增宝，做衫做衣服的公司挑嘛啊，所以这一尊最和蔼可亲，你看他有没有可爱？有啊，笑笑啊呢。大大，因为他眼观四方，要长大气，他嘴巴要大大，把公司到肚子。所以他就圆滚滚的。他拿什么？你看他拿什么？看一下，他拿什么？菜刀是吧？说的好，不是菜刀，大家以为是菜刀。对，他说对了，大声一点。令旗，所以你很像菜刀，对。令旗，所以你看他是拿什么？菜刀。煮什么？啊，就对，管理什么？他拿令旗就是八号司令，主升官。如果他拿了金元宝，哇，就是主发财；拿了如意，吉祥如意；拿了笔，拿一本书，主文书方面的，这样清楚吗？好，公司爷通常是男生，所以用五虎代替，那就好像土地公，其实也有土地婆。啊，不过我们都一般都说土地，那公司爷啦，爷啦爷啦哈。好，过年期间说一个吉祥话哈。旺，按台语讲，旺西头，予你起大楼；旺西耳，予你食百里；旺西嘴，予你大富贵。来吼，大家拢18岁啊，没关系哦。旺西。